赖清德不要挑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全国的民众报告，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，他就是老大，就是我的老板。哦，他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，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长，所以才能大赢林佳龙46万票。他将来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总统。刚有一个口误是吧？哦，是因为太气了哈，看到这个赖清德那个228坪，居然叫做公寮哈，那很难不生气的哈。所以呢，刚有点口误哦，我再喊一次，侯友宜永远是我的老大，是我的老板。侯友宜原来是总统，我是副总统。哦，当然是侯友宜，侯友宜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啊。再讲一次啊。侯友宜是我的老大，是我的老板，是我的总统，啊，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啊，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新北市长。侯友宜是我的老大，是我的老板，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，啊，他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总统，最好的新北市长。哎，这个口误当然就不好了嘛，口误就应该扣20分了。